以齐此食周朝中，睇住把明朝帝女，亦似何清。旧逢入新朝，你换尽千声，谁敢应？公子肯嘅，自有宽容如清帝，岂无特例为崇祯啊？佢话随身不需换朝衣，仲会赐一封饭，显尽佢嘅慈祥啊！先。公主翻去都得，但系有条件噶噃。有咩条件啊？前朝一朵帝女花，劫后依然全傲性。佢不着新朝衣，不听新朝命，至少有十二宫娥妆台伴，十丈红绒铺花镜，从神皆着明朝服。公主入朝不改。清朝姓的嘛，些小条件又何足论？清帝慈祥，佢当答应嘅，速速带我去放妆台，好待老臣从孝敬。